好，我是 Amy。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呢，是游蛙泳的时候如何让我们的上半身提高一点。很多小伙伴已经学习玩蛙泳了，但是觉得身体位置比较低，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提高我们的上半身身体位置。下面我们就开始吧。学习内容就到这里，关注 Amy 游泳学堂，学游泳少走弯路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